那平常你有看好哪几位吗？我看好那个颜值的部分。没有啦，开玩笑，开玩笑，我们才是那个颜值担当。他说的颜值我们两个就够了，其他的我们要认真教一下。所以张家生是这一届唯一有国手资历的没错艺人选手。哇，那很期待他是不是有可能去挑战那个小乔的记录。 对，现在是在挑战我的记录。你什么记录啊？开刀最多次的记录。钱你就让给我吧。已经开始要让了吗？抢人哦。OK 啊，你只要猜拳猜赢我的话，哥哥该不会有特别去练猜拳吧？没有，我只有练乌龟龟叫。我刚刚想说他想去丢看看，然后他说他不要丢，原因说他怕他等下一丢出去，丢太远，瞬间变换掉，直接变成那个选手，是不是？Lucky 他是左撇子，哎，我记得小小郭好像有跟 Lucky 合作过，是不是？有时候对，应该对他也蛮熟悉的。他的投球协调性不错，所以各方面的应该还是可以期待。不过赖皮跟小小郭一样是左投，哎，对啊，左投左手是金，右手是银啊，左撇子有在运动场上有优势，对，而且薪水也比较高，应该有这件事吧？薪水比较高，你薪水就很高，没有，薪水比较高吗？有，真的吗？现在没有，什么领队的广告费，左撇子比较高，应该没有钱姐高。杰哥是最高，杰哥超安静，默默的躺枪。紧接着欢迎的是 Vin， 26岁，178公分，68公斤，台北人，以及张家生，24岁，178公分，67公斤，新北市人。是张家生是这一届唯一有国手资历的，没错，艺人选手。哇，那很期待他是不是有可能去挑战那个小乔的记录？对，现在是在挑战我的记录。你什么记录啊？开刀最多次的记录。钱姐这样讲，然后哎，开刀8次，9次，9次，不死鸟啊！记录啊，对啊，这蛮难过的，对啊。不要尖叫，我会骄傲。大家好，我是王朝领队钱维娟。我没有办法笑笑的跟你们讲话，不要笑，你们准备好了吗？每一个赛季开始，我都会这样子告诉选手，你们要准备好了才来，包含我们的队经理，因为我们都是一致的，希望我们为自己、也为团队、为这个节目创造最好的自己，加油！大家早安。其实我今天也是非常期待，因为今天算是全新的赛制，然后又有小小郭哥的加入，所以我自己还蛮期待的。然后因为前三季的表现真的是太优秀了，我其实有点担心你们，但是刚才看到你们的数据，其实真的蛮厉害的，我很期待大家等一下的表现。那刚才钱姐该凶的、该讲的都说了，那。祝你们好运，然后好好保持你们的初心，迎接每一场挑战。加油！好，大家好。不错，精神好。其实我们这次是因为我们黄队，我们刚加入嘛，所以其实我们的压力比较大一点点，因为我们就是背负着挑战所谓的王朝啦。哦，然后其实小杰哥就是让他从来没有得过的季军，我们就让他继续维持，好不好？所以加入黄队，我也希望大家可以跟我一样有运动员的精神，我们迎接挑战，然后不要害怕，有什么事情我会扛，所以欢迎你们来黄队，谢谢大家。那林昌，你有看好哪几位吗？我看好那个颜值的部分。没有啦，开玩笑，开玩笑，我们才是那个颜值担当。他说的颜值我们两个就够了，其他的我们要认真教一下，我们黄队压力很大。对，没错，对不对？大家会蛮期待我们的。对啊，刚刚他是说为什么前姐登场会有掌声，我就说没关系，就是掌声之后都是我们的。对，就是大家给我们安慰的那种掌声。不是，要有信心，要有信心。我们的话呼声在网络上很高的。
对，是。要加油，好不好？黄队要加油。哥都在外面啊。怎么样？当然，他必须的，他必须的。前姐其实追击很紧张，然后郭哥也是因为现在目前还不太熟，所以他还是有点焦虑。那我本身因为前三季虽然你觉得都熟，但是我觉得我还是慢慢在进步当中，所以我给我自己压力是没有。对，然后有两倍都是第一届前辈，我就还是挑战他们，然后杀出一条线。会丢啊？不会。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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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不是。你待会拿哪一颗我就。没有。没有。再摸一下摸一下。等一下。再再再。真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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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是都要来黄队对不对？我要吃饭的。没热身，我哥在我们讲这句话，就两只嘛，后腿要发力啊，一步就可以了。哇！丢看看，然后他说他不要丢，原因他原因说他怕他等下一丢出去，丢太远，瞬间变换掉，直接变成那个选手，是不是？对，你看啊，开玩笑的，笔都掉了，他多不相信你。我只是说球，没有，我刚刚说，会很难吗？是怎么样用力丢吗？他就说你去丢丢看，对，但他说他怕他丢太远，没有，有啦，他乱讲。七十小潮的记录，你应该是轻松愉快就破了吧？那是应该是非常远的距离，刚刚的是算很有天分。对啊，我们刚才没有热身就大概六十几，是吗？还有没有热身就六十几了？那你到底值多少？我刚才丢66了，66而已。不愧是站上世界的男人吗？还是让他有一些记录保持。对了，不要跟学弟在那边比这个。对啊，我们那么多奖牌了。好，接下来是有机会破大会纪录的于晨曦，给他自我测试的成绩是64米。加油！从小到大都是篮球校队的于晨曦，垒球投掷的如何呢？晨曦就是加油！有没有计划有记录呢？这个不错，真的不错。曹用宁的记录是70.22，应该没有到啦，但是逼近，逼近，逼近。成绩66，来了来了，快过了！哇，他的成绩是66.36，就是只有比小小郭近了一点点。对，刚刚还没热身的时候。接下来登场的是黄宏轩，轩80。接近接近，破纪录呢？很接近吗？哇！哎呦，也拿到钟了。对，这个真的，真的。黄宏轩短跑12.48哦，提醒三位领队，成绩67.。哇！而且他报上来的资料是58米，对呀，差太多了，差太多了吧？可见这段时间可能非常认真的练习啊。